心有这么轻清的气在交流啊，咱都是顺母啊，这点是回转咱的本性质。母啊，爱予咱安静啊，伫即世人向伊身体这个灵性，咱对现呐、啊、是鬼神呐、啊，灵源的天性，拍通顺家的本性。母啊，爱咱的名利，心内底啊有真意啊，落伫清净这个天界。脑海啊，有这个顺家的心，咱有这点灵气，转过就通天顺家的心性啊。灵魂回国是天性，转到稳定是显明啊。在咱出行这世人，我行的是现世明，这是清净的天理，落在顺家的心，无形伊的天性，入在咱这么稳的天命，是伊清净的天，无啊，予我是顺意啊，气啊在流转。这是咱清楚这个天界，予咱有这么顺的心嘛，是咱这个精啊，有这个气啊，咱才有这个神啊，这么明。这拢是八九的原因，就是咱依一条清楚的天界，咱才倒转来清净自在。上苍的天性，落在顺家现世，真理归到现世面，导咱清界正天意，灵源灵性归天。母啊来讲顺意，是以正法的天性降落顺家无形，照着通灵的天界，咱来回转清净的自在。这是咱顺着青天的理，行回啊顺家的心啊，一点清楚的法界，咱回到正天自在。这点则是咱的天性。顺着稳定本心啊，你有愿天这个心意，咱再来行回上苍的心，是以清净这个天愿，落在顺家心定，灵源的天意，做主啊是顺天，能有这点愿性。爱咱行过的通灵，是咱有运现世命，转咱气中顺天神，灵魂有一点力，拍通顺家无牛性，这是清楚的天界，一点顺母的神，我有这条灵元气。看回先天，咱的顺心，灵源有无义，清净有顺天，这是咱行上天心，无形安住咱的灵，是以清体的法界，咱来行是清楚现代，拢是顺着无量心。开源转力这么静，
是咱兑现一条心，啊，无啊来讲的命，升天顺家落灵性，转到金宝定天性，顺着稳定我的心啊，这是咱正觉一条灵气，因伫我心这么啊清净的性。拢是对无现咱的真意，是咱清楚这条灵性。我要归到这么啊清净的心，这是咱定条条的天理。心啊，内底无物件，就是我即马心静伫遮，不思善，不思恶。即才会当讲通灵，咱的天界合神啊，倒当来咱的原性上座，是咱一点灵性。要来讲到合座，咱的天界啦，灵源灵性归天理，度咱一点灵性，显露是正法神。开源是落天理呀，真觉有无一条心，爱咱转的这么啊静，这是咱出家的心，无娘有这么稳固的天界，我再来行倒转来顺母的心，是伊正天的灵气，无形通到心神。咱有这么稳的天界，你再来讲显露清净自在，拢是直通咱个人的心性。今仔日是咧找咱家己的本性啊，恢复原样。修行是修咱家己的志向，啊，这就是咱讲通灵的本性。咱咧学清净的环境。拢是这点气，咱会当行的是顺天，无形伊的法界，是予咱演出清净的元神呐。真理有无定路性，拍通顺家正念性，恢复这条灵气，引咱清净这个心。我有一条正法界，现咱开灵顺自在，无形这点灵性，只有来讲着现咱的本性，灵的天界，只有清楚自在，合咱一条灵气，现咱清净顺心的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理。爱咱恢复正元正心，上苍伊的天性，是咱对着无形的本性。我有这条正法正听，度我顺家这个神，咱有灵源这点气，是伊正天这个灵性，一个元素的天性。咱也有这条灵源，恢复清净咱的心，这是对咱个人的心发射。金宝啊，予咱这条灵气，活用满满咱的灵光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，嘛是咱明理，明理就是明心，修心练心。啊，咱才会当见咱的原本，就是见性、人性、养性。性啊，你若倒转来源头，心就空空啊，唔免乌白颠荡、乌白心、乌白杂，是咱家己爱锁家己，即条心嘛，自在观，恢复身体这个灵气。传到真元的顺性，
我爱有母啊，这条灵魂。再来讲顺母这么清净，现开则是灵气，爱咱转的则是路神，啊，是咱清净的天性，拍开元灵的本性，找出着真稳这条灵魂，爱咱通的顺。法啊，是咱这么明，我以顺家的心意，晴天落家顺天性，开源转定咱本性，赐咱原体的灵魂，转咱清净中，这是清楚的天界，顺着正法的心，咱有这么清楚这个天界，行回通灵这条心，现开是天意。咱爱清楚是灵源，母啊爱咱有这条教，现开咱的正法本心，这是咱立中，是咱树立徛条的。我走这么明的天界，是咱向着青天母娘啊，这条灵性，这是咱的主宰主称。这颗心则是咱的天元灵性，转过着正法的心，是咱开发先天的本性。咱对着灵宝这个天、这个心、这个法、这个光，咱才会当找出着咱原来这个天意。拢是主宰这个天命，咱倒转来原来这个天意，对大天，这个尊贵，是咱有这条正法正理，咱会当定家己，是以清体这个灵性，化开顺家这尊神明，恢复是天性，甲咱转的。是天命，顺着稳定的心，我爱定下来这么清，是咱进入着无形这个天地，我才会当徛倒转来清净的心意，是以本源本性。我来讲着定法，先天的心。你有这么稳的天意，我再来讲顺家路神，这是咱天元的灵性，一个稳定的天命，拢是顺家这条心。我再来想，有稳这么精，天理归元无牛心，化开清净中意思。灵魂有落见表，转咱通灵顺气，灵源灵性归母，开源转理清道，拢是单纯这个天地，行回通灵咱的本性，回动正法的心，这是清楚这世人，我有这个心归母意。回荡清界，这心灵有这么清楚，这个天意，我归到现主时的心，敢若亲像母娘啊，伊的元气，带我回咱过去，咱家己，这是咱的神，伊的性法，带咱现主时，这个理啊，相通。灵魂伊的天理接受咱的精气，我爱是针对。今仔日我的方针是决对着的，是合对着的。我所讲的是心不动，我无想东，无想西，这就是通灵的原性。心无一物，好甲咱阻挡。好，咱乱想，
我以现主席的天界，就接咱母娘伊的神来，献咱清净顺天意，表态多加顺事，显露则是灵性，看现呐、啊、本性，是你以正法的天理，拍通顺家心意呀、啊。得到正天的灵性，显露啊，咱有阮的天性，这个是咱随着天元的灵性，一个顺家的本性，有咱自在之事。啊，咱再来讲通灵，咱的心性定咧，只有家己定条条的观念咧咧，啊，这就是通灵的本性。咱念甲先天见老母啊，即尊神明，这个是天意，咱的决定。阿母啊，爱咱一回啊，安尼才会当行正法的灵性啊，积极如日灵啊。这是咱做人爱赶紧的，爱虔诚的，爱勤劳的。是我以这点落定的天理。金宝啊，转过着这个天，灵源是上天性，拍通则是母娘心。有我这条灵气，掀开则是咱的心。这是咱出家的灵性，悟着正法的心。你有这样稳固的天，咱则带有先天降下来的心。这是清楚一点理，我爱行的通灵的指令，无啊只有用指派，教我一世人的灵性，归咱母娘这尊神明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，行回正法的自在，是咱本源的灵气，引导我清净的顺利。无形伊只有讲天界，我有遮尼啊清楚现主席的心，归咱遮尼啊正，现咱本源本意，找出做灵家遮尼啊顺的心，现归是天元，阿母啊转咱是心愿，恢复遮尼啊正，这是咱的气流通。我才有这么稳的灵性，显开这是咱的本源神，这是母娘啊的法界。来讲到顺家现在，最火是咱的天性，开源转的是天灵，元素拢是天意派。我才有这世人顺道回来。我的本性，这是咱的清体灵源，倒转来这个虚空，有诶讲天台、莲花台合作，是咱这条清澈的天意，咱才确定有老母相助，这条真灵，这是咱度咱家己，照体啊，咱看甲心灵这个本性。是咱这条正法的天性，慢慢啊引导，就敢亲像一台车、一台船，甲你载倒来。这就是咱传法的天理，咱一世人的理想，咱的真理呀，会当互咱想得到，伊是吉祥的，伊是坦荡荡的。所以讲，咱只有用着天元，无啊这点气。予咱的心嘛，来直接动，咧说，咧跳，咧绕，是安尼，咱才会当讲通灵这个天地，母娘伊护我这个动力，是咱归到青天的本性。咱要用化神，你都要用化动，安尼这个力啦，你才会当轻便转来转去，变化万千。归着
这个天理，咱只有用清净无念心恢复这个天界，使命行的自在，这是咱道灵的天意。一个健康的心理，转到清界现世边，回咱金宝这么精，只有来讲到咱的天，顺着现世的天性，金宝啊，予咱这么稳定。这是咱个人的定心法。无啊，伊咧讲，只有讲心头尔尔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这条灵性有关系，这个气流通落清净回天理，转咱瞬间无念心，有咱这条清净的气，咱再来回到瞬间的心。拢是清楚这点灵，进入到咱的通天本性，回转这条灵气，开放咱家己的心，这是咱的主要天理，嘛是咱看出来家己定落这世人，我只有来讲通灵回性，是以清体本灵。阿母啊来讲，正理通行，恢复一条灵气，咱再来见先天家己，上创伊个天界，护持咱个正理自在。锻炼啊，是咱即马咧互交，要交合，这就是咱个讲个天理，咱天地啊，自合自交。这则是咱咧讲的天元的本性，咱所有的酝酿啊，咱的本性，拢是照咱的天界酿造啊。我现主是的本性，找出着酝酿咱的清净，灵源是天性，开源转的是天明白。我有这条灵气。金宝啊，下我爬起来，这条心性啊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灵魂，小接啊，咱的肯定，因为这是命格、命运。咱生，你若六个条，咱的命运气就可转，这就是照着咱的天性。一世人，咱要交运，先伫。正法道明来，心灵转开啊！现主时，我以正法这个天理，阿母啊要行是这条心意，这是清楚的发生。一生咱的先天灵，上苍伊的天理，只有回到咱的灵气念念。这是咱一世人上重要的，众生啊，拢爱靠气。这个气若足啊，你心就明定。心是咱的心啊，心神、心灵啊、心性啊。这是咱过得这么清楚。一世人，咱行的正路，正路就是正神啊。伊这个光啊。一条路啊，是我有这条灵源的灵气，我要把这个黑暗，把这个看无的，解射好开，这就是照耀照射，咱无爱阁有迄个暗啊，因为倒转来先天就拢完全乾的光啊，乾就是代表天啊，这是真乾，唔是咱夜经咧讲的，剪印的。代表这个符号，是咱照着天意，咱爱见无顺天，显露是正法心，爱咱行的原阳啊，咱地球是原阳原阴嘛，因为是咱咧讲的烧高一道路所引起的啊，
公转甲自转啊，伊个结合啊，有笑到甲无笑到，迄个关系啊，是咱这条灵气的天源，爱咱转到心中这个天理啊，是咱归元现主时，爱咱最主则是显义，是咱本源的正理，杀出来先天的本性质。我有随家这个天命来讲到顺母这条神，因为这是天缘啊。阿母啊，伊的道理啊，产生到这个电波，咱伫遮咧滚啊，敢亲像龙咧，伊遮尼长，达遮尼大哦，滚来滚去啊，伊拢是自然的力啊，自然的变化，是咱这点灵性。顺家咱的天理道理就是自然理念啊，人就是安尼样样啊，无法度去安怎讲啊，自然的就是天所生化呀，咱只在咧接本源本性归位样样，是伊清楚这个天界，咱行现代顺咱天源这点理。晴天专家灵机，导咱个人的身躯，今咱爱是一世人的德行，德行是用身躯去做出来啊。这就是咱讲的天缘，阿母啊，顺家这个心性，以身作则，以我这个身躯来做甲咱现主时的规定。的原则、的规矩，这就是带咱的灵异类地性啦。所以讲，是咱以这条天元的灵性，爱咱行的本源本性，灵就是爱啊。灵异义就是咱即马正义啊，这个义爱重啊，对人爱尊敬啊。类就是咱即马讲有礼貌啊，哦。地就是咱现主时，你的相通啊，自然这个生心定调调，老母啊，比如咱讲的这个电波，这个气场，这个信号啊。当然，咱做人信仰上重要嘛，五行就是中心上重要嘛，中土上重要嘛，黄土上重要嘛，黄地做啊伫中嘛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，爱咱行。上天神是咱顺家一条心，爱咱见母啊，这么啊面。我有恢复先天地，再来讲到灵家现主时啊，是咱归到这条灵气，现个这么顺爱的心性啊，带有天元的指令。咱来回到先天神，有咱这条灵源，显露清净的心。我有母啊一点理，咱再来讲定法这条心，取得元天这点气，爱咱世界这么啊清楚的心性，无形伊的天源。慢慢转咱的心明，有咱一条清楚的天界，浮伫你的灵源自在，这是天元的灵性。金宝啊，传予咱心明啊，这是咱自然开发的。咱的心宝牛自然甲咱开光的，唔是咱这心上，唔是你所有的要来安设。咱这装束，哦，你讲这禽兽类的啦，有诶，咱咧讲讲有诶用貔貅啦，啊有诶是用狮啊啦，有诶用虎啦，哦，啊有诶是用鹿啦，啊鹿内底再搁印足侪遐兽诶形体啦，金狮啦，啊是咱咧讲讲啊，着一挂霸啦，迄种开光，竟然是开家己诶性光。爱是外上的光，所以讲
这爱母娘啊来甲咱开，开咱原来迄个本性，无爱搁有假咧，无爱搁有坎咧，遐污点。咱今仔是爱自性啊，家己诶原性啊，这个光自然出来啊，这再鲜艳啊，这再永久啊。咱要读是读这铺啊，外口诶是暂时诶啊，较好诶料，较好诶物件，嘛是迄个人诶啊。老子就是老子诶，孔子就孔子诶，佛祖佛祖诶啊。咱只是较少诶。来读来念，安尼咱才会当经过这条高级的船，这个江这河，咱最主要是这番要做当起番上重要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出窍，咱的心性，不应该伊是要你抓来落来，安尼才会当顺这个天嘛，今日搁加地。这拢是经验念念啦，这拢是照的念念啦，身躯嘛是照的啊。但是会当主宰这个身躯振动，就是这个心性啊，这个原理啊。但心性甲身躯爱靠这个觉性啊。哦，你所有想到，咱这个主魂爱判断啊。你要去台北无？你明仔载要去，爱决定，爱想买车票。啊，无就是爱订车票，你才会当坐几点的富富啊？是咱一点灵气，你要倒转来金某家，你嘛爱先拍算啊。有想要倒转去，还是要搁伫凡世间遮？敢若65岁退休咧，啊，你就西东西西运动来运动去，安尼才会快乐啊。啊，你阿妈就是地庙才搁等你啊。这就是咱的心地嘛。青砖凉嘛，青就是天青啊，咱才凉啊。砖就是咱今麦咧讲的啊，咱用钱有无磨出来，迄、那个地水啊，哦，这个古井深头啊，伊是青的啊。但是慢慢用，咱的水质会下降啊。你出来，这个地就是露水啊。从天青地露，直接青。这只青砖龙，啊龙是变化万千的啊！你青的这只龙就爽快啊！你若落的喎，伫龙平啊，你这个水若落的喎，这只就变无力、不难死的龙啊！是咱照着天理，咱来徛正一点灵性，这就是咱顺界天性啊！金宝啊，转予咱稳定。拢是身体一点滴，行回正觉这条心，灵源的天性，转咱恢复天命。有咱顺着母娘心，咱再来行有正。这个天只有灵性，爱咱转的只有天神。我有回到一点滴。咱再来讲现世青天，顺着这么稳的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家入定，真理有无的天界，恢复正元自在，这是咱的天元灵气，走回通天这条神，我有我啊这点灵魂，带予咱清净这个气氛。这是咱顺家的天意，灵源有无定落心，拍通原来这么静，这是出咱的先天灵，咱有这么稳固的灵气，咱再来恢复清净的心性。我有这条灵源，阿母啊，甲咱转，转咱清楚这点性。拍开咱的本性，这是自然的光啊！光伊在当下甲四处飘扬啊！哦，拢是温暖的啊，拢是滋润的啊！这就是咱的法界，咱要倒转来天这个意思。虽然这是表态，
就是咱即个世人的心，你爱宽宏大量，这就是咱个人的本性。无论用机体、机地，机甲咱人所有的你看有到的这个景色，这就是要咱会当认认咱家己这个心的心智，咱的志向，咱的毅力，永远不变，要行头这条路，如来如此彼岸。婆罗蜜顺加这条灵性，现个这么顺的天命，咱造元天元神元主，咱只有爱这个神了呢。神在心内底内底啊，这个先天啊一气，咱叫做神啊，咱叫做气啊，咱叫做在无形得到在所有的祖先祖师啊。这是天上圣庙三奶夫人，咱所诸生娘娘，咱这王爷公、百姓王爷公、千岁爷、帝王、国王、宰相，是咱这条灵气，要来讲到度化咱的心性，上苍这个天地，恢复灵家这个心意，是咱一条清发心。来讲到这么多种的天性，母啊爱让咱会稳，你有这么多清这个天界，我再来讲顺道回来原来，有咱在谈这点气，咱再来回这条心，都是稳定这个天界，扶持啊，咱的本性自在，你的性那倒转来，你就执政啊！你就无念啊，无看、无求、无想啊，所以你就未思善、未思恶、未想啦。啊，这就心无一物啦、啊。心无一物，就是咱即卖心定掉了啊。因为我讲课嘛是心定掉了啊，是老母啊，给我这个气、这个流量，要讲的分正业。啊，这就是咱即卖来讲的魔幻啊。哦，这个无爱范围啊，是咱照着这条灵性，母娘啊，因咱的道路这种情景，生在咱姊妹这个头身呢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显露是顺利，有咱要甲咱多，咱会使，但是多是占因的呢，力量无大啦。唔在讲人要安怎甲咱改，要安怎甲咱做，做家己的心上界孤单，上界正确啦。别人的心，伊的发心有无？爱有对天啦、啊。先天呢，你会当对先天呀、啊；后天呢，你爱对后天呐、啊。啊，有查出这个案，要安怎甲你结案？这则是因果啊。哦，你甲这间宫、这间寺、这间庙有因缘呐？哦，这个缘缘中缘砍掉的。但是咱咧讲的出入吧，有的是大嘴斗的啊，有的手旁是较人的啊，有的是欢喜咱念珠时的这个红纸内底迄个真物啊，各人做的无同啊。宵夜啊，你都愿意啊，啊对方伊都要安尼甲你做啊，啊你就成交啊，甲阎罗王遐拢无话好讲，因为你贪人的物件嘛，你贪人要甲你不本事嘛，垃圾的人要甲你清掉嘛，啊你再轻松嘛，啊你家己都唔叮当啊，所以你一定要了一寡钱财啊，财物啊，这就是。咱要讲的天性嘛，凡世间就是安尼啊，安尼才会当得到嘛。你欢喜，我要甲你做，但是内中、其中所教的偌济，大家拢永远不知道嘛。啊，去找天公，找咱莲珠邪念罗王、神王爷讲有无？唔啊，恁都欢喜啊！哎，伊那拢当地啊，文都拢写起来啊。啊，这就是咧考验咱的智商啦，
咱修持就咧修这步啦。要信就爱信家己，这条路咱一定爱家己买册去行去找。啊，无干呐讲拜师访友，这个朋友若有真正有人情啊，咱甲伊讲话啊，咱就得到伊的真正的精华。啊，你若甲一寡半桶水啊斗阵有无？你搁较斗阵嘛是搁伫咧这原地啦。安怎讲？高跷啊，你都讲袂出来啊！啊，你所有斗阵就是这啊，外口的这相啊。是咱一条灵气，要来讲元天的神，灵元这个天理，顺着无形这个灵性，这甲布施是无同呢。这是恁两个欢喜甘愿的呢，布施是你心愿的呢，无所求呢，迄造是丝丝啊小清净呢，小福气了，顺着先天一点气。爱咱行诶顺格，即嘛有义工嘛，有志工嘛，哦，咱咧讲诶义务义嘛，哦，服务义嘛，做兵嘛。但是迄是国家规定诶啊，虽然是公体诶啊，但是你个领一丝仔钱嘛。今日咱所有布施，是你杀出来都无所求呢，哦，你毋免讲想要回收呢，这毋则讲行业障。是这条路，咱要拍互通嘛？咱要行是毋是要过路费？过路，你要有交钱，你才会当过这个关卡。是咱得通这个天理，行过天元这个灵性，有咱一条清净命，带有咱道家的圣意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性，因咱人修持啦。不管是你修行呢，哦，咱讲动机，哦，一秒一机，啊，是咱修这条魂呢，哦，咱叫做灵修的，修这条灵魂呢，咱一条，咱每一个拢有灵魂嘛，所以讲咱一机会，有当时人接驾会烂啊，会灭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机啦，哦，日月开花嘛。这就是咱要讲破啊，无你唔知影这个意思啊，哦，今日要倒转来圆呐，要成啊，所以咱今日是要修灵性灵光啊，神伊要倒转来圆为做仙啊，这就是咱要讲的天性嘛，神就是南方火、北顶火嘛，今日做基就是西方金嘛，哦，黄金嘛，这就是咱要定法啦。金你才会当生水啊，水则是大智慧啊，大空间、大自然啊。雨珠，咱现主是东方木啊，啊木伊才有法度生长，伊才有这咱即嘛这树木来起火，啊这个火才会当得到这个温火啊。神是温和的啊，毋是暴躁的啊。你做鸡呐，冰冰冰冰。啊，佫无智慧，啊，这个头壳佫空空，拢乱想别人的物件。啊，我咧讲就是这啊，恁家己爱去思量啊，哦，这就是咱要讲的通灵。一世人爱靠咱的经验，靠咱这个心，你有贪过无？你要平静无？啊，是你要堕落无？恢复则是天性，开源转滥则是定。有咱一点灵气，爱咱回到先天神灵源伊个本性，取到显灵咱个清净。有咱顺着母娘心，爱咱道家正个正。这是咱主要通天神见咱母娘这条意，真法是天元心。开元是道天命，恢复正元的灵气，转伫咱的心顺利啦。这是清楚一点气，我爱回转先天神，有咱这条灵元性，咱再来讲顺家现世性，
上苍伊个本意，爱咱行个晴天。我有遮尔啊顺个心，咱则来回到无形个灵，这是咱顺家一条心理。咱则来回到灵性，是咱自在的一点心。来讲到遮尔稳个灵气，这是咱头壳内底。这个人性啊，哦，人就是主爱啊，母娘爱咱、疼咱、惜咱，伊才甲咱恢复原来啊。迄、那个奇迹的圣光啊，奇迹的大智慧啊，啊，咱才会当直接做主啊，甲大家关系扭会活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的本质啊。修持就修持，这个真心真难的呢。啊！你若无灌溉到遮，啊！你的心就有境啊，啊！有境就是相对啊，伊对我好，伊对我歹，这是我真正的好搭的。哎、啊，我看到伊，我就足生气的啊！啊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哎、啊，是普通的，有来无来嘛，无要紧，来加杂做的，最起袂使安尼的呢。所以讲，母娘的要求来，大家同修同享。气大家不留不完，这就是我阿娘爱做的啊，关怀人人，爱人人啊。但是人人伊嘛要甲我会相对啊。今日道理大家若无爱研究的，要研究社会事，啊我嘛爱甲伊闹啊。修行我就是要修，分为讲我即马修行这个心格，这个心量，随和啦。凡世间拢是随缘啦，哦，啊，这则是咱讲的天理呀、啊。这是好人，这是歹人，伊也无写伫面的呀、啊。但是啊，若甲咱做伙久有无？随缘啊，随缘有无？伊了心会变啊。所以讲，咱若救一个人有无？足济金仔换袂倒转来。安怎讲？会当超拔伊的心境态，会当互伊救援七组，敢若有一个立位咧。卖搁伫苦海，哦，到处拢是苦味的，底下受苦，这就是因啊，哦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啊，咱要尽啊，是咱这条灵气啦，咱咧发心只有这个宗旨尔，不爱干害别人的物件，迄是伊的，这是咱讲的天文啦，天有咧看的啦。啊！你嘛免家己学白想啦，啊！这就是咱修持的进度哦。哦，顺天予咱啊！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讲天予咱的运命啦。哦，不要咱家己去作弄啦，是咱一条灵气。咱搁较巧的啊，嘛未达咧天是话啦，分天地嘛。咱福气挪做有无？皇帝啊！伊只有用一片尔，顶冠就是天，下面就是地，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啦。咱再来讲顺，甲这里清楚，灵也本性，本来若无这片有无？啊，咱拢是依恋人的物件，啊无天地啊，哦，无炸咧啊，迄个光若无炸咧有无？你就无黑暗啊。所以讲神。伊是脑海二四点钟诶，世间讲二四点钟诶，但是咱即卖咧讲神，就要讲甲光年啊，咱诶灵光，迄一年毋知几亿年咧啊，这就是超越嘛。咱人诶地位，咱人所有诶判断都无甲遐啦，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啦。咱才知影这个光年有无，就是咧讲诶天年啦，天咧算诶年份啦，到来。一条灵气，显露青天的顺序。这个光咧走是赢过电骨来飞呢，电流只甲切落飘者，迄边就拢倒啊呢。但是光阁赢电骨来飞哦，所以咱要修这个灵光，这就是真强烈啦，真强，真内光旺哦。就是讲，你知嘛，这个内度无？足亲和嘞，哇！足赶紧嘞，足强嘞嘞，会当互咱得到需要的时阵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电力、电波啊，是咱行回这点灵性。
咱爱闹热就是一直甲你花。哦，你看，亲像咱即马咧讲诶战争也好啦，啊咧所谓活动啦、运动也好啦，迄、那个准爱你爱花出来啊。啊，天只有靠啥？靠老母诶心，老母诶命令啊，五雷尔尔。哦，风、雨、云、电、闪电、光就对啦。这就是咱的五雷波啊，母牛伊所有上猛的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引导咱个人的脑啊，咱的身躯内底嘛有迄个五波啊、五雷啊，安尼天顶化有无？你这个五雷内底就震动啊，就知影讲这个信号严重啊啦，甲亲像咱过去有无？咱的米迄个含迄、那个迄、那个。防空洞的时阵有无？来有无？人咧弄炸弹啦！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性。有咱母啊，这点气，咱伫这个脑中来讲理，这是老母啊，伊的一种贯彻啊，我现主持的电波啊，这是顺着正法的天性。一条真理啊，通灵，我有这么稳的天界，再来讲清楚咱的本性的自在。每一个人拢爱定步嘛，啊，你的失误，甲你现主持的失败，都这个率啦、几率啦较少嘛。咱修行一定爱渐进，我相信你有认真，一定有进步，这个画面啦。因为过去我唔知啊嘛，啊所以讲我嘛是因缘有无？接到三宝佛祖，啊才慢慢开出到咱这道的，啊甲这儒教的，哦所以讲是咱用安尼来讲嘛，佛陀如这灵性啊，啊拢来甲我印，啊我唔知现主持有无？有这个种子和这灵啊，伫这里开课。开课不是足侪人诶啦，是足侪咱无形诶，有咱这神，有咱这人，有咱现主持过去这修类，要来帮忙因，要来祝福因，有这个先天的智慧啦，啊后天一定要改位啊，改你过去的不是啊，改你过去的危险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元灵性啊，咱今仔是对时空。整个的天地，甲咱人的作用，甲这灵魂，咱这做啊，伊这个脉相通，脉脉相通，心心相连，这是阿母啊的大爱啦，啊，这才是咱咧讲的主旨啦。真正的主旨是安尼啦，唔是咱起码咧讲的有形上的主旨啦。那真正的主旨未变款啦。啊，若见主者有无？这个爱就有影变私爱甲公爱哦。我听这讲，我讲你是这书的这讲哦，是你要讲亲像这个日头公转的，啊是你要亲像这个地球私转的，念的明，念的暗。公转的这个太阳就是规工拢光的啊，伊就无私的啊，无暗的这边啊。啊，这个公转的再过来是乌丢啊！啊，你看乌丢是咪光影呀？啊，只是咱是这个地球哦，你走半天半落嘛，是咱原始这个天意，派咱做人这个规矩嘛，你要为这应嘛。啊，无你要哪讲恢复咱的原样？老记会条讲，我是原样一条，看到东王木工，伊嘛是东王木工一条。看到咱现主是无极老祖，伊嘛是老祖迄条；孔明伊嘛是搁孔明迄条。啊，最主要咱拢是为先天一气啦。啊，先天一气都无分什么祖啊，无分什么无生，迄是名号，迄是名称。咱是为即马塔克中原来迄粒真正，拢是为遐迄个困啊。迄、那个正啊，或者坤正，较早咱后里有一个名人，或者坤正正啊，是安尼，
咱才知影讲，这个祖师爷过去，咱后里囡仔都去遐转过啊，受到伊的恩爱啊，哦，受到伊的辅助，人就是安尼感恩啊。今日感恩天地，感恩咱的老师，互咱有这股气，互咱会当受到这么源头完全，啊，这就是机密啊，哦。所以今日咱有这个生机，阿母也甲咱讲甲这么迫切。真理显露灵发性，开源转灵带天兵，符合咱的原性，教咱转的是天灵嘛。修行人不是你世间人看的，就当看到台北啦。只是咱修行人爱谦虚，咱爱有站扎。你做什么物件？你外口的物件、社会事，你做做都爱开心吗？你唔当政治啊？安尼是唔对的啊！所以过去三王因某定咧讲啊，啊，拢浸伫空白卡边，也免惊烦恼啊！伊要再走，所以这是一种积累啦，一种人的堕落啊，人的依赖性。今日当依靠一个，我都未拄好，我来再依靠你一个。但是你要永远甲烂伫遐依赖有无？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责任啦，有每一个人的功课啦，这绝对袂使的。除非讲公办，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，爱咱转的这么啊顺势，显露是无形的天性。教化是咱的天命，我爱是一个元神自在，堕落正天灵法时，转到开源本意。恢复正天顺势，这个天元只有咱家己为主呢。这个境界啊，是咱家己去提醒啊。所以讲，这个法界是无边无际，这才是咱真正的法界。法界就是咱的心法啦。你修家，咱现住时心静的家，咱叫做寂灭寂静涅槃呐，无声啊，哦。但是这是文字给你说的嘛，啊，今天咱是真正行到到这心无念嘛，无相嘛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，你去掉无妄啊，恶别乱想的啊，如梦幻泡影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着心的平静平定啦，这才是咱顺甲这么啊顺意啊，这个天性所讲的你，今天咱接的电波。是自然生啊，啊，这爱靠咱平常时的经过啊。但是咱经过这么多啊，你要讲你无一个主张嘛，你无一个主题啊，你答未出来啊，你讲未顺势啊。所以讲，这个中心点是老母啊，服我，啊，我会当照安尼讲，我甲这个你，我甲我爱现主时的经过拢搬搬出来。啊，这就是恁要学的啊！恁个人要行的，是小儿科的、齿科的、眼科的、综合科的，啊是内科的，啊是心脏科的，啊是咱的神科的，你家己爱去做啊，训练有够啊！啊，这就是咱即卖讲科目啊，咱的科仪啊，咱的法会啊，咱的法师啊，法师就是讲咱即卖要做法会啦，这。和尚尼姑，咱凡世间的嘛，啊，即卖来讲圣贤活佛有哦，伊要来遮开始，要来伫遮大家来探讨嘛，啊，即个咱法师会上，你又要有一个好座位嘛，合作嘛，合作就是咱即卖讲，你敢若亲像坐圆箍啊，啊是坐环的坐直的，爱有一个严肃嘛，莫嘻嘻哈哈嘛，我毋知讲出去有无，啊，恁一寡师姐也着拢。伫半中灯、半中途，就嘻嘻哈哈咧行，家就看来看去，讲来讲去，有无？一丝丝啊，尊重神，有无？伊要敬神，迄、那个性格，啊，你就去了了。神嘛，甲你笑，边仔人讲恁这间宫殿哪会安尼？好无？你要拜咧，你就爱看空间大小，一条路，啊，是要分做三条路，你临时你就爱去说啦。速度好紧啊！人则袂讲接甲真正，看到恁这团呢，啊，就昏去啊！
有咧行紧，有咧行慢呐，搁拖沙一个啊。要回爱入要内底回，神咧行速度是速速叫的啊！啊，你搁停伫遐无？啊，这就是干扰啊！所以讲，慢慢咱就知影讲，这个神的进度，咱做神的工课，唔是咱人平常时啊！啊，这就是你训练有够无够，当场人就甲你看出来啊！啊，莫搁看家己的心啦，显露实践发生。开源是顺天意，清净则是咱的脑神智慧，灵又观天本性。开源转理清灵，普上天元老母心。开源转过众天行。